什么？蛋仔岛又要改版了？伙伴们，十赛季的变化我来告诉你们呀。难道你们不想知道吗？蛋仔岛的 S10 的三大新变化。第一个变化，注意看伙伴们，摩天轮的左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桃子呀。哦，伙伴们，这个桃子应该就是和重力星球差不多的东西，因为引力的原因。哦，你们看最新的三个皮肤可以在上面倒着行走呀。哦，第一个变化，蛋仔岛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拥有引力的桃子。蛋仔岛第二大变化，伙伴们，我们要永远的和太空乐园说再见了啊。再见了兄弟，再见。伙伴们，评论区说句再见好吗？如果你在太空乐园里玩过，那么给这个视频点个赞。有多少在太空乐园玩耍过呀？在最新的版本中，你们看太空乐园的位置被一个游乐场所取代，这个游乐场里面还有月亮，这是 S10 赛季的主题乐园呀。第二个变化，蛋仔岛的太空乐园要永远的消失了，被 S10 赛季的游乐场取代了。再见了兄弟，再见。蛋仔岛第三大变化，蛋仔派对迎来了三个新皮肤。伙伴们，伙伴们，你们猜一下哪个是至真皮肤呀？一个黑黑皮肤，一个彩色的皮肤，看看你们喜欢吗？